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立体五角星。需要用到两个长纸条，首先把每个纸条两个边对折。然后把它组合到一起，这样穿插到一起，重叠一小段，然后把这个部分折上去，这样摆放，左侧的角折下来，右侧的纸条折下来，再把下面的部分折上去，沿这个点与下面这个点把它往上折，再次左侧折下来，右侧折下来，然后下面折上去，一共折五个角。折完五个角，我们数一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第五个。五个角的时候，把这个与首尾并到一起，然后下面继续沿着这个边往上折，再沿上面的边往下折，下面也一样，这个纸条沿这个往上往下折，再沿下面的边往上折，剩下的部分都一样，下面沿这个边往上折，再往下折，这个纸条也跟着折过来，后面的部分都一样，这样依次折过去。最后收尾的时候，把多出的部分塞进指缝里面。最后调整一下，这样一款五角星就完成了。想学更多，关注折纸王子，我们下期再见。